为了男友，我跟我爸几乎决裂，被他发配到了公司楼下做前台。男友却转头出轨了我爸公司的一个女高管，说要怪就怪我只是一个下三滥的前台，给不了他想要的高位。我看着他的嘴脸笑了。你不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集团姓什么。丸子提醒您，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。为了跟陈哲在一起。 我跟我爸闹得几乎决裂，被他发配到公司楼下做前台。陈哲却在我生日这天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。礼拜天是我的生日，我给陈哲打电话，他却说环亚国际临时通知他三面。我还在疑惑我爸公司怎么会这么晚了还面试，他却已经匆匆挂断了电话。我没多想。 打车去了他那儿，准备等他回去给他个惊喜。然而过去之后，我却被眼前的一幕恶心的差点吐出来。陈哲正跟一个女人在滚床单，那女人四十多岁，身宽体胖，屁股下面的床都快塌了。而且我还认识她，是我爸公司的一个女高管，叫周清元，已婚有孩子。我坐前台的第一天还被她数落过。 死死攥紧手指，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。陈哲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面试？陈哲看见我后，有一瞬间的僵滞，却很快平静了下来，说：“既然我已经看见了，他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我马上就要进环亚做主管了，多亏了清源姐帮忙。十一别怪我不讲情分。” 要怪就怪你只是个下三滥的前台，除了丢脸什么都给不了我。一瞬间，我只觉得荒唐又可笑。陈哲劈腿，因为我是个前台，没办法让他平步青云。可他妈的，他没打听过环亚集团的老总姓什么吗？我怎么也没想到谈了两年的恋爱，最后会这样收尾。 我做前台完全是因为陈哲，我爸看不上他，逼我嫁给一个富二代联姻，那富二代还据说是个变态瘸腿的老男人，我不肯就被他发配做了前台。但就算这样我也没妥协，还信誓旦旦地跟我爸说，陈哲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，还是靠自己的本事，不靠关系。 结果他是没靠关系，他靠身体。想到这儿，我又是一阵恶心。陈哲曾三番五次想让我跟他同居，我都没答应。现在看来，这真是我做过最明智的选择了。看了眼手里的给陈哲买的几万块的表，我转身把东西丢进了垃圾桶。垃圾就是垃圾，好东西他果然配不上。 转而走出几步，我又突然顿住，想起了被我爸冻结的银行卡和为数不多的工资，闭了闭眼，我狠狠磨了磨后槽牙，然后转身回去开始翻垃圾桶，却在这时，一辆轿车突然在我身后停下，驾驶座上的男人拉下墨镜，露出一双深邃又透着轻佻的眼眸，他轻轻挑眉。 朝我上下扫了一眼，我正疑惑这人要干什么，就见他一低头，从车里拿了个空瓶子出来。捡垃圾的，塑料瓶要不要？我他妈，你才捡垃圾的！我气急败坏，指着男人质问他：我哪里看起来像捡垃圾的？他见过我这么漂亮、大方还有钱的乞丐吗？他的唇角却越扬越高。 的确不像，有病！我满肚子火气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转头就走，最后表也没捡。有了这个插曲，我对陈哲那件事的怒火倒是压下去了一点，只剩下反胃。就当两年时间养了条喂不熟的狗，他喜欢去外面吃屎，那就放他去流浪好了。就是不知道他发现我的身份的时候。 会是什么表情？想到这儿，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了我爸的号码。然而犹豫了半晌，我最后还是没能按下去。如果我爸知道我跟陈哲的事，肯定会再逼我嫁给他安排好的人。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继续做我的前台。至于陈哲进公司的事情，环亚的人又不是废物。 还真能让他这种人进去一步登天。收拾好心情，我第二天照常去上了班，却没想到很快就看见陈哲跟周清源有说有笑走了进来。我脑海里瞬间浮现昨晚的场景，恶心的差点吐出来。我找同事替了我一下，却没想到我好心给人脸，有些人却不肯要。 周清源带着陈哲径直朝我走了过来，非要我接待他们。你给他准备一张临时的通行卡，我要带他入职。他敲了敲桌子，冲我命令。画着浓妆的大饼脸一抖，粉都掉了三斤。我胃里一阵不适，突然有些佩服陈哲，这他妈都能下得去口，梁静茹都得佩服死他。 强忍着不适，我垂下眼，说了句“不好意思”。我这里并没有显示今天有新入职的。周清源小眼一眯，说：“上面的通知还没下来，让我先办。”我油盐不进，说：“就是不行。”周清源嗤笑一声，似乎对我的不懂事很不满，但又理解我为什么不给他面子。妹妹。 有时候意气用事并不是一件好事。这时，旁边的陈哲也开了口，十分不满的催促说：“麻烦我尽快帮他办理，他赶时间入职，耽误了工作，你负担得起吗？”我看着面前两人眼里的轻蔑，心里更加作呕。摊了摊手，说：“我也是凭规矩办事啊，实在不行，你们报警。”陈哲顿时气得不轻。 想发作却被周清源拉住，他眼神嘲弄地盯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不办他一样可以带陈哲入职，吃一个小前台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。”说完，带着陈哲转身离开。我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狠狠磨了磨后槽牙，真是破锅配烂盖，绝了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陈哲还能更绝。 当天中午，陈哲又找上了我，质问我为什么故意针对他。他皱着眉斥责我早上的时候为难他，让周清源多费了事，说我以前明明不是这么小肚鸡肠的女人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清源姐的老公就是人事部的经理，你就算再怎么闹也没用。陈哲眼神冷漠，让我别闹得太难看。 说他知道我爱他，短时间内放下他不可能，但没必要用这种方式闹，让我以后安分点。等他事业稳固了，说不定会考虑拉我一把。我他妈，我爱他，我放不下他，我为了他闹，我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哲，差点吐出来。陈哲，你这张脸还真是刀枪不入的厚。 当年孟姜女哭的长城要有你脸一半厚，她都得把肠子哭断。我指着面前的人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以后你最好看见我就绕路走，否则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陈哲脸色微变，张口就准备回怼我，却在这时恰巧有人路过，朝这边看了过来。 陈哲顿时收敛，生怕别人知道他跟我有关系，最后警告似的瞪我一眼，匆匆跑了。我看着他避之不及的样子，忍不住嗤笑。转过身，我从旁边的饮料机里拿了瓶水漱口，漱完口丢垃圾，却不想第一下没丢进去，我只得不耐烦的过去再捡起来，却没等我重新丢进去。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还说不是捡垃圾的，都捡到这里来了。我蹭一下转头，果然又看见了昨晚那个神经病。他今天不像昨天那么随意，反倒穿了一身正装，只是外套随意的搭在臂弯，领带也没系，领口松松垮垮敞开着，显得喉结和下面的一小片皮肤格外扎眼。 倒是收拾的人模狗样的，但他说的那叫什么话？你才捡垃圾的，你全家都是捡垃圾的！我气得想骂人，最后还是憋了回去，懒得理会这种神经病。我转身就要走，却不想被他两步拦下。哎，捡垃圾的，我们这么有缘分，不认识一下不亏吗？我不好意思。 我爸不让我跟脑子有毛病的人玩。说完，我扭头就要走，男人却突然说：“他听到刚才陈哲跟我的对话了。你跟我做朋友，我帮你对付他们。”一句话直接把我给说愣了。你帮我对付他们？我上下扫了一眼男人，心情复杂。我问他是谁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 他说：“跟我一样在环亚工作。”我半信半疑说：“我怎么没见过他？”他却表示他的工作性质特殊，不需要按时按点过来。我哦了一声，问他做什么的，他却不肯说了，只问我要不要跟他做朋友。我如果不呢，那我就到处宣扬你在外面兼职捡垃圾的事情。总而言之，我跟江左就这么认识了。 他还安慰我说：“捡垃圾没什么不好的，正当职业不丢人。”我火大，的让他闭嘴，怀疑环亚从哪儿招来这么个人才。他遗憾我不愿意听他的说教，又就陈哲的事情给我提了意见，说环亚太大了，上面的领导可能鞭长莫及，让我可以主动一点。周清源已婚。 她老公难道能忍受她在外面这么乱来吗？甚至带陈哲进来，说不定还借了他的名头。我一听，心想有道理啊，哪个男的能忍受自己的老婆出轨小年轻啊？这不是变相对外骂他不行吗？于是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收集了不少陈哲和周清源甜甜蜜蜜的腻歪照。 然后直接去了她老公办公室。我设想了无数场景和结果，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种。周清元跟陈哲也在，而且还在毫不避讳的卿卿我我。再看向周清元的老公，他头发稀疏，大腹便便，正半搂着自己的秘书吃水果，拿嘴巴喂的那种。刹那间。 我只感觉自己差点窒息，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。还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看见我进门，周清源和陈哲脸上一个赛一个嘚瑟，嘲讽的问我来干什么。我没出声。周清源的丈夫一边摸着秘书的手，一边冲我笑：“你叫石毅是吧？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识趣。” 太不懂事了，没好处，知道吗？我憋不住笑了下，好他妈一个做人要识趣。我缓缓扫过办公室的四个人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离开。很好，原本只是周清源和陈哲让我恶心，现在是四个了。从办公室离开后，我忍不住又想给我爸打电话，然而点开他号码的那一刻。 我又一次犹豫了，不是怕我爸不帮我，是怕他问都不问，立刻就帮我。不管他是先查清楚再定他们的罪，还是问也不问就让人处置掉他们。以后等我的身份暴露，一定会有人拿这件事说事。到时候在他们眼里，我跟徇私舞弊、搞裙带关系的他们没有任何区别。缓缓握紧手机。 我抬脚离开，周清源他们这么明目张胆的在公司搞这些，我不信抓不到证据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从公司的入职文件查找，想法设法找出跟周清源夫妇相关的所有人。然而，再从他们中间抽丝剥茧，但没过多久，周清源他们似乎察觉到了，开始频频找我的麻烦。 周清源挑剔我做前台不称职，要我面对他九十度鞠躬；挑剔我的穿着，说不知道我是来做前台的还是来做公关的；挑剔我做的工作不仔细，一遍一遍要我重新做。而他做这些事的时候，陈哲都在一旁看着，纵容、帮衬，甚至一起嘲讽我。 为了找证据我，我咬碎牙往肚子里吞，尽数忍了，却没想到他们变本加厉。我不用香水，周清源指责我对工作不用心；我用了香水，他又讽刺我用的香水是杂牌，味道刺鼻，还当众丢给我一瓶他用剩下的高仿，说让我遮一遮身上的穷酸气，别影响了公司的形象。 我快把后槽牙磨碎，才生生忍住了把香水瓶砸在他的大脑门上的冲动。而除了周清源，陈哲也没少给我找麻烦。为了找到证据，我尽数忍了，准备等最后再给他们狠狠一击，却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两人恶心人的方式简直丧心病狂。陈哲用我以前给他开通的亲密付。 给周清源买了一个假包。周一上班，我还在疑惑银行卡突然发过来的三千块扣款通知是怎么回事，就见周清源挎着一个新包，跟陈哲一起走了进来。两人姿态亲密，有说有笑，尤其是周清源，笑得牙花子都快露出来了，还一个劲的各方位展示自己的新包。 走到我跟前的时候，他恨不得把那包戳进我眼睛里。看什么看？不认识这是什么牌子？他瞥了一眼我放到后面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包包，顿时笑出了声。哟，这是认识吧？要不然怎么还用了货呢？我看着他得意的嘴脸想笑，他那双小眼睛要是太瞎，不如尽早捐了吧。 好歹也是公司女高管，连一个包都分不清真假。瞥见一旁的陈哲，我又突然明白了。哦，是爱情迷惑了他的眼睛，是吧？我正要回怼，突然发现陈哲的眼神似乎不太对。按照以往，他应该跟周清源一起嘲讽我的，今天却眼神躲闪，丝毫没有开口的意思。 我正疑惑着，忽然注意到了周清源包上一个很隐秘的小标志。刹那间，我正在原地，也一瞬间明白了我银行卡的扣款来自哪里。抬头盯向陈哲，我几乎难以置信：“陈哲，你他妈用了我的钱！”陈哲家里穷，大学里吃饭都得省着花，一双袜子穿破了都要再三思量丢不丢。 我那时候猪油蒙了心，心疼他，给他开通了额度五千的亲密付。他嘴上说着不用，但经常会几百几十的用。过节的时候，他曾买过几千块的包送给我，虽然用的是我给他的亲密付。那时候，我认为开了亲密付，那些钱就是他的了，所以还感动得稀里哗啦。哪怕他买的是假包。 而且瞅准了这一家假牌子买，我也从没有说过他一句不是，反而就当他给我买的是真的。但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到现在竟然恬不知耻地用我的钱给周清源买包。陈哲在听到我的话时，眼神微变，直接证实了我的猜想。然而他说的话却让我想都没想到。 他说：“我当初说过，亲密付是为他开的，那里面的钱就是他的了。”我无比震惊，说：“你也知道那是当初。”结果他说：“分手前那个月的额度我没用完，那部分钱不就该是我的？”我日妈！我难以形容自己的心情，问就是想杀人、扒皮、抽筋、碎尸的那种。我对陈哲。 不能说以前没有任何感情，就算分手了，就算他劈腿他恶心，我也没想过什么往死里报复他。亲密付他，如果是花了几块几十，我不会计较，甚至问都不会问。再或者他出了什么急事，比如妈死了爸住院了，他暂时用一笔钱，我或许也不会立马指着鼻子说他什么。 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理直气壮地搞出这种恶心事来。行，既然他不仁不义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我在公司闹开了，指着陈哲的鼻子骂他恶心，说他是畜生，声泪俱下的控诉他劈腿抛弃我，现在还花我为数不多的工资。我可只是一个小小的前台呀、啊。 竟然被他一口气挥霍掉了三千块，就为了给心爱的小三买个 LV 包包。这话一出，周遭的人纷纷看向了陈哲，以及陈哲身边挎着新包的周清源。大家心照不宣，开始探讨 LV 家什么包包是三千块这么便宜的。三千块买个皮夹还差不多吧。周清源的脸瞬间涨红。 到了极致，抬手就把包狠狠甩到了陈哲脸上，转身离开。于是大家又开始讨论起周清源跟她老公的关系，以及跟陈哲的关系。而陈哲早已经在无数人的数落中无地自容的，快要钻进地缝里。十亿，你太过分了！不就是三千块钱吗？我又没说不给你。好啊。 那你现在就给我立刻朝陈哲伸出了手，让他连带着把之前借我的另外两千也还回来。当时你可是口口声声说了会还，你陈哲气恼不已，面红耳赤，匆匆丢下一句“他改天就还”，转头跑了。我站在原地冷吃了一声：“自作孽不可活。”这一出闹完后。 我变成了舆论中心，不断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议论我跟陈哲的关系，评判我这个小前台到底应不应该被甩。我听到有人站陈哲，觉得现实永远是现实，爱情不能当饭吃，有更好的路本就该选择更好的，难不成还要被我一个前台绊住脚，从此不思进取吗？ 我听着那些话，只觉得可笑又可气。陈哲想高飞，没人拦他；想勾搭有妇之夫的老女人，也可以早说。我更不会绊他的脚，但他不该在没跟我分手的时候做这种恶心事。真不爽的话，我带你去打回来。旁边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我微微偏头，看见了江左。 他微微收了以往的轻佻，眉眼只剩放肆和嚣张。我盯着他看了几秒，莫名觉得他越来越顺眼了。这些日子在公司，每次周清源跟陈哲他们找我麻烦，他都会晃晃悠悠飘过来。陈哲对我冷嘲热讽，他骂陈哲不孝，讽刺他以前花我的钱。周清源想尽办法刁难我。 他也时时刻刻跟他对着干，撞翻他的东西，又暗讽他弯不下腰捡不起来。有一次还让新来的同事喊他老阿姨，问他什么时候退休，简直又贱又气人。所以，因为他，我就算受了委屈之后，也会很快爽回来。见我不出声，江左点头说明白了，他这就去找扳手。我一下笑了。 拦住他，让他别闹，过去打他一顿，然后呢？咱们俩双双被开除吗？也不是不行。江左说他可以自己开个公司，雇我过去做前台。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你开个公司做老板，却让我做前台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江左有点吧，也不多。我憋不住气笑了。 之后，江左又问我查的怎么样了，需不需要帮忙？我微微收了笑，说：“当然不需要，等着看就是了。”我挖到了公司好几个人跟周清源和她老公都有裙带关系，并且这些人的能力还参差不齐，在工作上经常钻空子犯错误，但都被周清源和她老公压了下来。 他们做的手脚看似对公司影响不大，实际上却都是原则性问题。那等他们的位置越升越高，犯的错岂不是会越来越大？我不敢想，这偌大的公司内部却烂透了会怎么样？我一点点调查，很快摸到了不少证据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周清源他们早就发现了我在调查。 礼拜五，几个部门开联合会议，我把证据整理好放进了一个 U 盘里，却在门口被陈哲和周清源拦住。周清源挺着他宽大的身躯挡住门，轻蔑的看着我说：“时宜不自量力，也要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你不会真以为你那点小伎俩能翻出什么浪来吧？”没等我回话。 他就朝我俯身，一字一句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今天过后，这个公司会再也没有你的存在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进了会议室，留下陈哲接他的班，继续嘲讽我。陈哲看向我的眼神带着火气，明显还在为那天我让他当众丢脸的事情记仇。他说：“我太过分了，令人发指。”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女生，却没想到你以前那些都是装的。早知道你这么恶毒，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可怜你，跟你在一起。我听到这话，瞬间惊了。可怜我？对，就是可怜你。陈哲说他根本没喜欢过我，不过是看我处处为他花钱，追他追的不容易的份上，可怜我才答应。 跟我在一起的，现在既然我不想好聚好散，那就别怪他狠心了。我整个人傻了，感觉整个世界都是奇幻的。我被陈哲可怜，原来当初我对他的施舍，被他反过来当成了我是在追他。哈，是句笑话。突然想起刚认识陈哲的时候，闺蜜说的一句话。 心疼男人和为男人花钱，就是一个女生倒霉的开始。那时我只当是个笑话听，现在看来我才是那个笑话。好，很好。江左来的时候，会议已经要开始了。他看出我情绪不对，想上来询问，被我挡了回去。之后一直到会议开始，我一个字都没再说。 更没有理会陈哲和周清源或嘲讽或挑衅的眼神。我在等，等着看他们打算用什么手段把我赶出公司。很快，会议开始，领导要求部门汇报工作。却就在周清源提出最近正在开展的一个项目时，突然有人冲了进来，说项目出问题了，内部文件似乎被泄露。 导致目前的开展工作遇到各种问题，如果不及时找出根源所在，公司将在这个项目上遭受不小的损失。这话一出来，整个会议室都乱作一团。领导立刻质问周清源和相关人员是怎么回事。周清源的脸上同样焦急不已，说这件事一直是他全程关注，不该出错的。 我看着他和陈哲兢兢业业的演戏，在旁边无动于衷。不出所料，半分钟后，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我。周清源无意间发现，这个项目的文件除了他们部门人的手，还经过我的手。陈哲也立刻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指着我控诉说：“就算他跟我分手，伤害了我。” 我也不该拿公司的利益开玩笑，我低头笑了。拿你跟公司比，你也配吗？陈哲，陈哲顿时气恼，憋着火说：“他当然不会跟公司比，但你真的不该做出这种事。我劝你现在尽快认错，否则等事情闹大，等你的可能就是法院的传票了。”我淡淡瞥向陈哲。 问他凭什么就一口咬定是我？你跟周经理整天走得那么近，都快贴他身上了，我还说是你们狼狈为奸，一起泄露了机密呢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实意？陈哲厉声打断我，骂我为了逃避罪责不择手段。你叫石毅是吧？周清源的老公方弘毅突然开口，义正言辞的指责我。 听说你刚来的时候就跟我老婆有矛盾，还三番两次针对她。我老婆看在你只是个前台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没想到你却做出这种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来，现在还企图污蔑她来掩盖自己的罪行。看来我今天必须替公司好好处理你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不禁嗤笑。 污蔑我坑害自家公司的利益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说事情不是我做的，他没理由处置我。如果什么事都平方经理一张嘴说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？我盯着方红毅说：“是你们在公司内部搞小动作，获得私利，为了掩盖罪行，就把事情推到我身上。”胡言乱语！方红毅一拍桌子。 斥责我血口喷人，接着就要叫保安把我带出去处理。你们没证据，凭什么随便处理我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有这个权利。方弘毅轻蔑地看着我说：“就凭你，只是个小小的前台。”呵！我直接惊了，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猖狂。来人，把他带出去。 等会儿直接交给司法机关处理。话落，两名保镖迅速走了过来。别碰我！我冷冷开口。两名保镖下意识停了一下动作。方弘毅却大声呵斥：“说不过就是个前台，你们怕什么？给我抓住他！”两名保镖对视一眼，随即朝我伸出了手。下一秒，办公室的门。 被猛地推开，我看今天谁敢动他！我爸脸色铁青，大步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一瞬间，整个会议室的人哗啦站了起来，纷纷向我爸问好。我愣了愣，没想到我爸会突然出现。他没理会其他人，径直朝我这边开口：“听说你们要把我女儿丢出去处理了？这话怎么听着不太对劲？” 我闷头叫了一声，瞬间听到身后传来无数道吸冷气的声音，一时间，整个会议室的目光都落到了我身上，尤其是方弘毅、周清源和陈哲。我看着他们调色盘似的不断变化的脸色，心里一口闷气终于出了。我爸应了一声，冷厉的眼神扫过方弘毅等人，问我出了什么事。 我不紧不慢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，包括看见陈哲劈腿、被周清源欺压、被方红毅污蔑。每说完一件事，我爸的脸色就更沉一点，到最后已经黑到了极点。他拧眉瞥了我一眼，随即冷冷看向陈哲：“混账！我女儿是你用来耍着玩的吗？两年青春！” 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这么对他？陈哲的脸色早已经没眼看，红中透绿，精彩纷呈。我看着他震惊到近乎惊恐的神情，积攒多日的火气终于发了出来。我爸说改天再好好跟陈哲算账，随即又看向了方弘毅和周清源，却还没等开口。 方弘毅就已经脸色惨白，一个劲道歉说：“不知道我是他的女儿，不知道我是石家小姐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就能随便污蔑人了。今天我但凡再晚点一分钟，这公司恐怕就得变成你的了。”一句话，方弘毅惊得差点跪下去，连连摆手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 泄露公司机密、挪用公款这种事，你都做得出来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爸冷睨了他一眼，久居上位的威严顿时压得他不敢抬头，只慌张辩解说他不敢，他没有。却没等他说完，我爸突然朝角落里一直没出声的江左示意了一下，就见江左不紧不慢的起身。 拿出一份文件，径直丢到了方弘毅面前。众人一愣，我更是不明所以的看向江左。我爸却淡淡开口：“看看吧，别说我冤枉了你。”方弘毅瞪大眼睛，咽了咽口水，没敢动。他旁边的任泽直接打开了文件，随即就惊得睁大了眼。这。 这件事竟然是方经理和他老婆尽数谋划的，而且，而且他们还不止一次在公司做这种事情了。这话一出，整个会议室都炸了，就连门口都汇聚了不少人来看热闹。事情到最后，我爸问我想怎么处置他们，我说自然是报警处理，我们可是守法公民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 我爸看着我问，我瞥了一眼对面的几人，淡淡开口：“有些人既然享受了裙带关系带来的利益，那受罚的时候也株连九族，不过分吧？”我爸轻哼一声说：“当然。”至此，方弘毅和周清源彻底成为众矢之的，最后直接瘫坐在地。陈哲同样腿软地扶着椅子站不起来。 他们将要面临的是巨款赔偿，甚至牢狱之灾。事情结束后，我在公司算是掉了马，以免以后员工进门反倒要向我这个前台问好，我只得离了职。也是这时，我才知道江左是我爸派下来的检查人员。周清源和方弘毅非要往枪口上撞，谁也拦不住。不过，就算没有这次的事情。 我爸也不会让他们猖狂太久，而这件事之后，我跟我爸的关系也有所缓和。周末他喊我回家吃饭，我没像以前一样拒绝，直接回去了。却没想到两句话过后，他竟然又要逼我嫁人。不熟悉可以先订婚，然后再互相了解。我现在只是让你先稳定下来。 又没真的要你立马嫁人，爸，你是不是从来就不懂得关心别人的心情啊？我憋着火打断我爸，说他从来都只管自己的想法。我才刚被渣男劈腿，你就逼我找下一个，不觉得过分吗？我爸却说渣男是我自己找的，一句话瞬间堵得我哑口无言，也让我没了继续说的念头。 我放下筷子，径直起身，说：“我不嫁人，你想嫁自己去嫁好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你咳，嗨嗨！听到后面传来我爸的呛咳声，我顿了一下，却还是抬脚离开。我有时候真的无法理解我爸，甚至会怨恨他。他从来都不会体谅和了解别人的想法。 只会一味的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认定为对的。我妈陪着她白手起家，她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妈拼搏，想让我妈过上优渥的生活，却从来没问过我妈想不想要。直到我妈因病去世，他才后悔莫及。我以为他会改变，却没想到到了现在还是这样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心里烦闷不已。 我叫了闺蜜潇潇去酒吧，潇潇听说了我跟陈哲的事，高兴的当即鼓掌，说我早该看清渣男真面目了。当初你非说他穷但有志气，也不想想他要真有志气，怎么还会花你的钱？我没反驳，也提不起精神来反驳。怎么了？你都狠狠打那个渣男的脸了，怎么还不高兴？我撇撇嘴。 跟他说了被我爸逼婚的事情。潇潇家里也很有钱，前不久也被他爸妈安排了相亲。我当时还嘲笑他，结果现在自己也栽了。潇潇一脸同情，随后说要陪我一醉方休，醉了就没烦恼了。然后他就冲不远处的调酒师打了个响指，调酒师缓步走过来，问需要什么。 潇潇连忙说了两样鸡尾酒，冲他笑笑，说了声谢。我瞥了眼闺蜜，又朝调酒师多看了一眼，怎么感觉这两人之间的气氛怪怪的？可别看了，这个不行。想要男人，我给你介绍别的。我一愣，顿时睁大了眼看潇潇，他被我盯得不自在，只好解释了一下。 说他前段时间心情烦，来这儿喝酒，认识了这个小酒保，没办法，一眼就相中了。我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提醒他矜持一点，别被骗了。放心，放心，不说这个，来，我们喝酒。闺蜜说今晚不醉不归，然而不过两杯鸡尾酒之后，我就晕的一米之内人畜不分了。 闺蜜扯着我的耳朵吼，说她去洗手间，让我别乱跑。我听清了，但大脑已经不会转，压根儿没意识到她离开。酒精一上头，我压抑的负面情绪尽数涌了出来，拉过旁边的人就开始倒苦水。我断断续续说了很多，说我妈，说我爸，说我遇见过的所有人，说我碰到过的各种事。 最后还是拐回了我爸身上，说他一点儿都不爱我，非逼我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，而且还是个瘸腿变态的老男人，你知道吗？听到这里，潇潇突然开口重复：“瘸腿变态的老男人。”嗯，潇潇的声音怎么跟个男的似的？我迷迷瞪瞪朝潇潇看了一眼，但脑子转不过弯来。 只知道拉着他重重点头。我爸说：“那个男的早就看上了我，他都不认识我就看上了我，这不是变态是什么？”我见他犹豫，立马不高兴了，抓住他的手，让他快说是。潇潇似乎笑了一声，最后才说了句是。现在高兴点儿了，高兴了。我心满意足地收回手。 撑不住脑袋，直接趴到了桌子上。再次睁眼，我已经躺在了闺蜜家床上。她听见我醒，立刻噔噔噔跑了过来，眼睛 x 光似的扫视我。我莫名其妙，问她干嘛？说昨晚那个男的是谁？她说认识你，真认识假认识啊？我更加莫名，什么男的？你在说什么东西？ 潇潇眯了眯眼，让我别装，说昨晚她上厕所回去，看见我跟一个男的搂搂抱抱，她上去撕都没撕开，我感觉很离谱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然而，当闺蜜当即掏出一张照片后，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说不出话了。照片里，我正依偎在一个男人怀里，一只手还紧紧搂着他的脖子。 而这个男人不是别人，是江左。可以啊，你失忆还给我装失忆，被我逮着了吧？闺蜜让我从实招来，问我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降服这种品质的帅哥的，又问我跟他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，准备什么时候跟家里坦白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生娃。我被他问了一个头三个大。 匆匆逃离了他家，则两杯酒就醉成那狗样子。看来以后真不能喝了。我揉着发胀的头往家走，却在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看见那里站了个人。我停在原地，缓缓皱起了眉。公司那件事之后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哲。他身上的衣服满是褶皱，头发乱糟糟的。 脸上也胡子拉碴，没有打理，活像刚逃荒回来的。看见我，他眼睛一亮，立刻就朝我冲过来：“小易，你你终于回来了！我我认识你吗？”我冷漠地打断陈哲，转头就要往家走。陈哲却立刻又拦到了我前面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说：“他知道错了。” 他说：“是他瞎了眼珠，油蒙了心，才会一时想不开，答应了跟周清源那个老女人在一起。我只是太想干出一份事业了，小易，我没有想抛弃你的。是周清源，是他故意挑逗我，用环亚的工作来诱惑我，我才会中计。我，我只是……陈哲说着，竟然红了眼，说他只是不想我跟他受苦。” 他想让我以后能过上好日子，我听见这话当场尬住，差点笑出声，真有意思啊！我男朋友为了不让我受苦，懂事的去勾搭了有钱富婆，我没想到陈哲能这么离谱，也没想到事到如今他能这么不要脸。突然发现自己花了两年时间，好像也没看透这个人。 不过，在看透的这一刻，我已经彻底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。陈哲说：“周清源夫妇害得他被罚了一笔钱，还拘留了好几天。现在他没了工作，因为那笔罚款更是快掏空了家里。”我说：“挺好的呀，这不是他应得的吗？”陈哲的脸顿时僵了僵，却很快又露出一副情真意切的表情，跟我道歉。 让我原谅他一次，说他之前都是故意说的那些狠话，其实他一直是爱着我的，心里是有我的。陈哲，你他妈恶心人也要有个限度，是不是？人家不发火，你就把人当傻子啊？用力甩开陈哲，我让他赶紧滚，否则就别怪我冷血无情。陈哲却死皮赖脸不肯走。 甚至一把扑过来，企图抱我。小易，我求你原谅我吧，就算我们做不了情侣，也还能做朋友。滚！我狠狠一巴掌，直接甩到了他脸上，恶心的直反胃。做朋友，你配吗？出轨、嘲讽我、骂我、侮辱我，最后甚至还企图陷害我进局子。 现在却还敢来求我原谅他，跟他做朋友，谁给他的脸？我告诉你，陈哲，我没把你做的这些恶心事公之于众，让你身败名裂，已经是我仁慈。再来我面前恶心人，我让你知道“后悔”两个字怎么写。我说完，转身就要走，却没想到陈哲趁我没防备，狠狠推了我一把。 我踉跄一步撞到墙上，接着就被他用力按住。石毅，我都已经认错了你，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？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心？放开！我被他死死掐住手腕，想挣脱却又被他按住，心里顿时一沉。却就在这时，一道人影突然从不远处出现，是江左。 陈哲被一拳头打偏了脸，顺势放开了我。江左又是一脚当胸踹了过去，陈哲当即撞到墙上，捂着肚子直不起腰了。没事吧？江左问我。我说没事，让他别打了。江左瞥了我一眼，眉心要皱不皱。我撸了撸袖子，补上一句：“让我来。”江左愣了愣。 眼看我要撸起袖子，就要又赶忙拦腰截住了我，失笑着说：“行了，想打犯不上脏我的手。”我还以为你是心软了呢，我嗤笑说：“可能吗？不可能。”江左挑眉轻笑，一双眼睛熠熠闪光，里面映着我的脸。我定定看了他几秒，突然想起了酒吧里那张照片。 我靠在江左怀里时，他的眼睛也是这样定在我身上。明明灯光昏暗，他的轮廓却好像印在了我脑海里，格外清晰。心跳忽然剧烈起来，我正想说点什么，身后却突然传来动静，惊得我下意识一躲。江左自然而然顺势一拉，把我拉到怀里，侧身挡住。他单手揽着我的腰。 朝从地上爬起来的陈哲冷冷开口：“滚！”陈哲咬牙，狠瞪了我跟江左一眼，最后灰头土脸地捂着肚子走了。等他走后，我连忙从江左怀里退了出去，问他怎么会在这儿。他说：“路过。”哦，你看我像傻子吗？朝江左看了几眼，我又忍不住想起了那天在公司的情形。 忽然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谁，他不置可否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周清源他们的事情？江左瞥了我一眼，说他问过我很多次需不需要帮忙，我都说不要。我无语凝噎。原本那天发现他是我爸的人的时候，我心里多少有些气闷，就好像一直站在你这边的人突然告诉你他是对面的。 不过那天之后，随着我跟我爸关系的缓和，我也没那么在意了。尤其是这人刚刚又帮了我一次。不早了，上去吧。江左说：“陈哲这种垃圾，说不定还会来纠缠我，让我考虑换个地方住。”说着就朝我瞥了一眼，问我怎么不回家住。却没等我想好怎么回答，他突然轻轻挑了一下眉，哦。 因为你爸逼你嫁给一个瘸腿又变态的老男人，我浑身一僵，有种被当面戳穿秘密的窘迫感。我威胁他不许说出去，他轻声笑了，说：“行，不过我还是觉得你该跟你爸正面聊聊，毕竟你那些都是道听途说，他也没说给你找个了瘸腿老男人吧？是瘸腿变态的老男人。” 我强调说，江左的眼角似乎抽了抽，说：“行，我开心就好。”但他还是坚持我该跟我爸好好聊聊。我疑惑他怎么这么执着这个。他含含糊糊说了一句：“就是觉得你爸应该不会真那么对你。”我顿了顿，说：“那是他认为的，他又不了解我爸。”然而，等回到家后，我又忍不住拿出了手机。 想给我爸打电话，想问他到底是不是真给我找了个瘸腿变态的老男人，却没等我决定好打不打，我爸身边管家的电话先打了进来。管家陈叔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一趟，我一愣，问他怎么了。陈叔欲言又止，在我的逼问下才说是我爸不太舒服，不舒服？怎么会突然不舒服？ 他怎么了？别急，别急，没什么大事。你爸现在已经睡下了，就是这几天看着气色不太好。我想着你能抽空回来多陪陪他，他说不定会好点。我现在回去，匆匆挂断电话，我下楼打了车回去。然而赶到家的时候，却看见我爸正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茶。 一张脸上丝毫看不出病态。我反应过来后，顿时恼火，转头看向一旁的陈叔。陈叔欲言又止，却被我爸打断：“不用看他，是我让他叫你回来的。”我顿时更加火大，让我回来犯得上用这种方式吗？我气得扭头就走。然而想到陈叔骗我说我爸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心里的慌乱。 我又忍不住停下了脚步，强忍火气，我转头问我爸叫我回来干什么。我爸拿着茶的手一顿，像是没想到我还会回头。哦，没什么，就是上次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听到这话，我刚下去的火气差点又飙上来。我说了，我不想，不想相亲。 也不想嫁给一个什么不认识的老男人。我爸愣了愣，所以你是嫌他老？我看着我爸一愣，心脏往上提了提，难道不是？我爸想了想，却说：“哦，好像是有点老。”我升起的一丝丝希望顿时破灭。我爸却又说：“老归老，但老男人更会照顾人。”我心说他一个瘸腿还照顾我。 坐着轮椅照顾我吗？我爸又说了不少那人的好话，最后让我无论如何先跟他见一面，了解一下。我到最后只剩无力，一句话没多说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这下却换我爸沉默了。还有事吗？没有，我去休息了。我没等他回应，说完径直回了自己房间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的太多。 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一睁眼就被绑在了床上，一个看不清脸的老男人狞笑着朝我走来。他走路时腿一高一低，手里还拿着一根小皮鞭。终于抓到你了，小家伙！竟敢钓我这么久，看我今晚怎么收拾你！说完就朝我扑了过来。我惊恐万分，尖叫一声，用力睁开了眼。 妈妈，这特么也太恐怖了！鉴于那晚的梦太恐怖，我对那位相亲对象更加恐惧，生怕见面的时候他真会像梦里那样挥舞着小皮鞭来找我。我把地点定在了咖啡厅，大白天，正中午。我爸瞥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不满，但还是按着我的意思约了对方。我一路惴惴不安，却没想到。 到那儿之后，连人都没看见，正吐槽对方不尊重人，却意外在角落里看见了江左，而且似乎也在等人。我很意外，过去问他怎么也在这儿。江左看见我很轻的挑了下眉，嗯，嗯什么？我问你怎么也在这儿，等人。这要巧，我也是。我来了兴趣，问江左。 在等什么人？江左定定看了我几秒，忽然偏头笑了，说：“他在等相亲对象。”相亲对象，我有些意外，又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被催婚啊！那他别误会，江左说他也是被他妈逼着来的，只是答应跟对方见一面。说完又问我来干什么，我唉声叹气。 说我答应了我爸跟那个老男人见一面，结果谁知道他到现在还不来，都已经过了我们约定的时间了。我跟江左吐槽说，好久没碰到过这种极品男了，又老又丑、瘸腿还变态，现在竟然还不守时。这种人除了家里有钱他，他还有什么？他什么都没有。等等。 之前不是只说瘸腿变态还老吗？现在怎么又加上丑了？江左失笑，我皱眉说：“他都那么不好了，难道还能长得帅？而且我昨晚还梦到他了。”江左一愣，问我是在梦里看见他了吗？我说没有，然后给他描述了我那可怕的噩梦。江左在听到“小皮鞭”的时候，眼神突然深了。 盯着我，轻轻笑了下。都是梦，是现实的映照。我没想到，原来你喜欢这一套。谁喜欢这一套了？我炸了毛，指着江左，让他大白天别耍流氓。他只管看着我笑，没再继续调侃。我跟他一聊，就是大半个小时，才发现他的那位也迟迟没来。我忍不住也替他打抱不平。 说不守时的人，不管男女都很讨厌。这种女人，你可得擦亮眼睛看清了，说不定跟我那位一样，也是个极品。江左笑说：“不会吧？听他家里说，那位还挺漂亮的，身材也好，性格也好。”我一听这话，就生了反骨，想对他，他却又悠悠补上一句。 就是好像有时候脑子不太好。我一听这话，严肃起来，说：“那这样的人更得好好考虑了。”之后，我给江左举了很多例子，都是关于夫妻三观不同、性格差异过大导致的失败婚姻。江左听我越说越离谱，终于打断了我：“十一嗯，你有没有想过今天？” 却没等江左说完，我忽然看见他身后不远处的角落里闪过一抹眼熟的身影，噌一下起了身。江左也跟着我起身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好像看见了陈哲。”他眉心一紧，朝角落那边定定看了几眼，随后拉起我就要走。“晦气，换个地方聊。”哎，不等那谁了吗？ 等个屁！江左就这么把我带离了咖啡馆，我俩双双抛弃了相亲对象，自己玩了一下午。他带我去打高尔夫、开游艇出海、打游戏飙车，玩了许多我因为跟陈哲在一起已经很久没去玩过的东西。晚上去看电影的时候，就因为我说了一句“人多没好座位”。 他竟然临时帮我安排了一个私人影院，不是一个房间，而是一整个影院。这种财大气粗的调调，让我一度怀疑他比我家有钱的多。不可能啊，那么有钱不得是个少爷级别的人？怎么还会在我爸手底下做事？但等电影一开场，我又完全没了心思考虑别的。我本就是个贪玩的。 跟陈哲在一起之后，处处受限，想花钱都不敢花，生怕一个不小心伤到了人家的自尊。现在想想，我这不纯纯大傻杯吗？有这条件不享受，对得起人家那些没条件的人吗？于是一下午一晚上，我就在极致的享受中度过，只等晚上站到了家门口。 我才倒吸一口冷气，想起了自己今天的任务。犹豫几秒，我决定先回我那儿住。结果一转头，我爸跟陈叔正站在不远处等着我。进门之后，我先发制人，跟我爸吐槽今天那个人失约的事情。我爸似乎很意外，当即就要给那人打电话。我连忙阻止了他，说不用了。 就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再给他机会，我也不可能嫁给这种人的。你爸能不能别再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了？我定定看了我爸一眼，说：“我不想再敷衍他了。我是无论如何不可能随便嫁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。我不知道您究竟是在为我好，还是有别的打算。我希望您能至少站在我的角度想想。” 别再刚愎自用，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了。我妈离开，难道还不足以让你得到教训吗？这句话出口，我看到我爸的脸色僵了僵，心口微微一滞。我有些后悔把最后这句话说出来，却没等我再开口，我爸就狠狠摔了手里的杯子，让我滚。我动了动嘴唇，最后只挤出了一句：“那我滚了。” 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那之后，我跟我爸连着一个礼拜都没再联系。我有些后悔，却怎么也低不下头向他认错。好像人都是这样，明明小时候那么坦诚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想憋都憋不住。长大后却好像非得戴上几个面具，连最亲近的人都看不清彼此的真面目。 爱的时候模模糊糊，伤害的时候却永远知道该怎么戳对方的痛处。礼拜天，同学邀请我参加聚会，说是最后一次了，再见面就该毕业，真正的各奔东西，所以想聚一下。我正好在家待得心里烦，就直接应了下来。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陈哲竟然也去了，还在那里做了个声泪俱下的演讲。 讲述我是如何误会他、抛弃他、欺压他的。他说他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四处奔波，好不容易才得到了环亚的实习机会，我却误会他劈腿四十多岁的女高管。然后就是我抛弃他。他说我为了我们的未来含辛茹苦，他却整整瞒了我两年，不让我知道他其实是富豪的女儿。 并且在我进入环亚之后，他想也不想的甩了我。我过去的时候，陈哲已经基本上讲完了，刚好卡在说他被我害的现在连工作都找不到了那里。他说他不想要别的，也不稀罕我再回心转意，只是希望同学们能看清我的真面目。我终于忍不住推门走了进去。陈哲，我记得我说过。 再来我面前恶心人，我会让你知道“后悔”两个字怎么写。我紧紧盯着陈哲，想透过他那副恶心的嘴脸看清他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。已经到了现在，他仍旧不思悔改，还企图用这种掉价的行为报复我。他能有什么好处？然而几分钟后，我知道了他能得到什么好处。 尽管我很清楚陈哲有多恶心，但其他人并不清楚，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清楚。他们只在乎表象，只在乎他们能看到的东西，只在乎这些东西能不能让他们作为正义使者放一把光彩。一个包厢里十几号人，在确定我真的是环亚老总女儿之后，大部分都相信了陈哲的话。 他们认定我在陈哲面前故意装穷，就是在玩弄他的感情。什么劈腿不劈腿，都不过是我为玩腻了找的借口。陈哲就算再不济，也不可能看上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女人啊！有钱人就是了不起呗，随意玩弄别人的感情还觉得理所应当，骗人感情就算了。 骗完感情还把人直接毁了算什么？就是啊，陈哲都被他送进警局了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有些人顾忌着我的身份不敢直接点我，却同样在阴阳怪气的嘲讽、指责我做这么多恶心事，迟早遭报应。哎，你可别说了，回头小心人家叫人家有钱爹来教训你。嚯！ 那可真是吓死我了！一时间，我成了众矢之的，整个包厢里几乎都在骂我，少数几个没骂，却也是保持中立，在沉默。我扫过眼前一张张疾言厉色的嘴脸，最后看向陈哲，他的形象依旧像个要饭的，眼底的恶意却丝毫不加掩饰。可即便如此。 旁边的人也觉得理所应当，甚至还不断的安慰陈哲，让他振作起来，重新开始。你放心，兄弟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跟我说。就是，我就不信他们石家还能只手遮天。陈哲低头道谢，神色感激的握住了周围人的手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图。 我跟陈哲之间的毕竟是私事，我不可能出去大肆宣扬，我也没那个脸。但他陈哲已经不要脸了，因为环亚的事情，他恐怕短时间内找不到好工作了。他想翻身，就只能先证明。警局那里必然是证不了的，他只能在这些人面前证，所以他提前赶了过来，有了他先入为主的说辞。 根本没人会在听我的解释，我辩解，没有人会相信，甚至因为我有钱这个加成，就算拿出证据，他们也只会说是捏造的。而一旦我当众指责或者报复陈哲，只会更中他的下怀。这些同学会对我更加愤怒，甚至把这些所谓我对陈哲做的恶事都宣传出去，彻底败坏我的名声。 而陈哲作为受害者，只会得到更多安慰和帮助。想到这儿，我已经恶心的说不出话来。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栽的这么狠，还是栽在我自己种的果上。赶快滚吧，滚回你的豪宅里去！我们这儿庙小，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几个同学开始嚷嚷着要赶我出去。 陈哲却在这时再次开口：“算了，我听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最后一次聚餐，大家还是别闹得这么不愉快了。”结婚？旁边的人一愣，没明白他怎么突然转到这个上来了。我更没明白他想干什么。而陈哲眼底满含嘲讽，看着我开口道：“听说你马上就要……” 跟一个老男人结婚了，虽说那男人瘸腿还变态，喜欢往死里玩弄女人，但好歹这也是喜事，你不该通知一下大家吗？刹那间，我手脚冰凉，僵在原地。哇，不是吧？十亿原来这么重口味的吗？嫁给瘸腿变态，难怪会想出污蔑人陈哲喜欢老女人的法子。 原来他自己就喜欢老男人，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啊，还是祝福吧，呵呵。来呀，十亿，你不跟我们好好讲讲你那瘸腿未婚夫吗？还是个变态？哇，那你岂不是以后日子要好过了？哈哈哈,哈！整个包厢彻底炸了，所有人都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 那些帮着陈哲的男生更是对我冷嘲热讽，甚至猥琐的意淫我跟变态老男人的婚后生活，而陈哲就站在不远处看着我，眼底的恶毒丝毫不加掩饰。我咬着牙关，浑身发颤。难怪，难怪那天在咖啡厅我会看见他的影子，是他跟踪我，偷听到了我跟江左的对话。 这一刻，我恨不得冲上去掐死陈哲。然而，四面八方传来的讽刺、侮辱，让我仿佛一个被扒光了凌迟的罪犯，连半步都迈不出去。死死掐住掌心，我后退一步想离开，却在这时后背突然撞上一片胸膛。你有种，再说一遍，陈哲看见江左的那一秒。 我的心跳狠狠停了一下，他揽着我的肩站定，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凶狠的冰冷。大概因为上次被打，陈哲看见江左慌了一秒，随即又嗤笑，说：“再说一遍也是一样，他自己亲口说的还能有错？”说完还嘲讽江左，骂他是不要脸的舔狗。 因为我爸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乞怜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跟人家有钱有势的瘸腿未婚夫有的比吗？话音刚落，江左突然冷笑了一声：“我就是他未婚夫，你准备让我跟谁比？”刹那间，陈哲连带着周围人都愣住，我也懵了一下，转头看着江左：“不可能。” 你明明，我不信！陈哲大呼不相信，指着江左说他肯定是骗人的。江左不紧不慢，直接拿出手机，直接打了个视频电话出去。我瞬间惊了，更让我惊的是，我爸竟然很快接了。更更让我惊的是，江左接下来说的话：“石伯父，有人不相信我是您未来女婿。” 电话对面的人顿了半秒，问了句：“谁？”姓陈的那个垃圾，还有他的一些同学。江左扫过面前众人，最后看着陈哲，跟我爸说：“陈哲在背后侮辱我。”我爸立刻暴怒，在视频那头狠狠拍桌子。我看他是不想活了。劈腿还敢侮辱我女儿，谁给他的胆子？你把手机给他。 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是不是想翻天了。整个包厢死一般寂静，对面陈哲的脸直接绿了。原本在他旁边帮衬的几个男的却纷纷后退，再没了刚才嚣张的气焰。江左瞥了对面一眼，没把手机递过去，而是跟我爸说了一句：“暂时不劳烦他。”随后又寒暄几句，才挂断电话。 等他再次抬头，包厢里的气氛已经彻底变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跟陈哲是什么关系，但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。你们说我跟石毅仗着有钱也好，仗着有权也罢，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陈哲在这个城市里好过。江左盯着陈哲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记住了。” 这都是你应得的。直到从餐厅离开，我还沉浸在大起大落后的呆滞中，一边为江左的出现而感激，一边为陈哲最后那绝望崩溃的脸暗爽，还因为江左给我爸打电话的骚操作而迷糊。他到底是怎么让我爸瞬间理解他意思的？带你出去玩，还是送你回家休息？江左问。 我瞪着他看了几秒，终于憋不住问他：“到底什么时候跟我爸串通好的？明明我就在旁边站着，怎么就没看到他对我爸使眼色？”江左瞥了我一眼，眼神有一瞬间的复杂，但随即他就笑了，说：“亏得我爸聪明吧，一听就知道是跟我有关的事，所以才反应那么快。” 我却被他这话说的心情又沉了下去。要不是因为我爸逼我嫁人，我也不会在咖啡厅跟江左吐槽，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一出了。陈哲污蔑我抛弃他也好，污蔑我陷害他也罢，那些都不是真的。我想之后证明清白并没有什么难度，无非就是名声受点损罢了。 可被逼嫁给变态老男人这件事却是真的呀！一想到被一众人侮辱、奚落的感觉，我心里的火气就愈发旺盛。就算我爸后来帮了我，也不能抵消。见我不说话，江左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想跟我解释。我说我不听，他说不行，我得听。我一下子气笑了，捂着耳朵说就不听。 真不听，那我后面突然没了声。我捂着耳朵，小心翼翼回头，却在下一秒，我亲到了突然凑过来的江左嘴唇上。他愣了愣，随即迅速退开了点。而我猛了一样睁大眼睛，脸好似着了火。你怎么？你干什么呀？江左盯着我看了半秒，眼神忽然深了。 紧接着，他就一把按在了我的后颈上，缓缓朝我压了过来。电光火石间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惊醒过来，一把推开江左，按着狂跳的心脏接了电话：“谁？谁呀？”“石小姐，你快来医院吧，石总晕倒了。”轰的一声，我的心狠狠沉了一下。我爸怎么了？ 这具体的一时半会儿说不清，现在医生正在检查，但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没等陈叔说完，我已经大步朝路边跑了过去，准备拦车。江左反应迅速的拉了我一把，把我带去了他的车上。一路上，我焦躁的抓着安全带，心里很不安。明明那会儿我爸还在手机里替我打脸了同学。 怎么现在就突然晕倒了呢？突然想起上一次我被陈叔半夜叫回去的事，难道那次我爸是装的？我愣了愣，眼泪突然掉了下来。江左在一旁微不可察地叹了声气，递给我纸巾，让我别胡思乱想。你爸不会有事的，江左。我问江左：“是不是我气着我爸了，他才会晕倒？” 要不然怎么会这要巧？不是，你又没做错事，怎么会气到他？我有，他让我嫁人，我不嫁。我强压着泪意，却还是忍不住哽咽，说：“可是我不理解呀。但凡他给我安排个好一点的，说不定我也不会。”说到一半，我又停住，忍不住朝江左看了一眼。他问我不会什么，怎么不说了？ 我抿了抿唇，说：“我就是不想随便嫁个不认识的人。”但这一刻，我突然很好奇江左的想法。他这些天来一直照顾我，到底是因为我爸，还是因为别的？见我沉默，江左只当我是担心我爸，又安慰了我一番。他语调轻缓，带着一股十分有力的稳重感。我看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。 心跳再一次乱了，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爸恰好被从急救室推出来，我慌慌张张的跑过去，眼泪又憋不住冒了出来。我爸睁开一只眼看我，随后又闭上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说他没事，让我别哭了。没哭，我撇着嘴擦泪。 等他被陈叔接到之后，先去找了医生。江左没跟来，说他接到朋友电话，得去骨科一趟。找到医生后，我连忙问他我爸的病情，这才知道我爸因为常年加班不注意，身体早就亏空了。除了一些常见病之外，他脑子里还长了一颗肿瘤，虽然是良性的，但手术风险很大。 加上他年纪已经不小了，死亡率很高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感觉身上的力气都被抽空了，扶了一把桌子才没让自己摔下去。医生赶忙安抚我，让我别紧张，说他们还是有很大把握治好我爸的。我跟医生道了谢，在回到病房的时候已经平复好了心情，却没想到进病房看见我爸虚弱的样子。 眼睛还是一下子酸了，我怎么没发现他已经这么老了呢？我爸似乎对我这样不太习惯，嘟囔说他只是个良性瘤子，没什么大碍。这还没什么，那得多严重了才算有什么？我憋不住发火，问他干嘛不告诉我？他瞥了我一眼，说告诉我不是也没用，我又不听他的话。我什么时候？话说到一半。 我才反应过来，我爸又在说结婚的事，但这次我却不敢随便发脾气了。我爸似乎觉察到我的松动和低落，连忙说：“他也不是非要逼我，你爹又不是恶人，不过是想早点给你找个好归宿罢了。”我朝他看了一眼，说：“那我自己找还不行吗？你自己找，之前纵容你自己找，你找了个什么玩意儿？” 那是例外，哦，意思你这次找的不例外了。我爸眯着眼看我，仿佛洞悉了一切。我一阵头皮发紧，却还是脑子一热承认了。对，他现在就在楼下。我爸顿了顿，神情突然有些古怪。那你把他带上来，我看看。我深吸一口气说：“行。”转头就下了楼去找江左。 江左刚好买了水果，准备上来，跟我撞了个正着。我一把拦住他，支支吾吾让他假扮一下我男友。江左失笑：“你让我假扮你男朋友去给你爸看？”“嗯，你不愿意？”“没有。”江左一口应了下来。我反而更加心虚。片刻后，我真的把他带去了病房。进门的那一刻。 我发挥了我二十多年来练就的演技，跟我爸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宣布江左就是我男朋友，并且叙述了我们从认识到相知，再到相爱的过程，感天动地，催人泪下。说完，我撞了一下江左，给他使眼神，他也很配合，笑着攥紧我的手，把水果放到桌上，跟我爸说会好好照顾我。 我紧张的手心出汗，结果一抬头看见我爸满脸莫名其妙：“你俩整哪出呢？”我，我爸，这不就是我给你介绍的那人吗？我懵了，好像脑袋被那棒子狠狠打了一下。江左，我爸介绍给我的人，什么情况？我转头看向江左，却见他笑眯了眼，一脸得逞，一瞬间明白了什么。 我气得抬手给了他一拳头，“你他妈，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！”江左见我发火，赶忙收了笑来哄，说他没骗我，他只是一直没机会说出真相而已。我憋着火质问他怎么没机会，他说他好几次都想说，但没想到我每次都会误会。等等，你先跟我解释清楚，你不是瘸腿的吗？ 我爸还说过是个老男人啊，江左眼神幽怨的看了我爸一眼，说他就比我大五岁。可是小左舅舅比你大五岁，我爸也有点尴尬，说他以为我嫌他老，只能附和说是有点老。我气得头大，说那瘸腿呢？这下轮到江左尴尬，他指了指刚从骨科那里提过来的袋子说。 只不过是他前段时间不小心摔断腿了而已。我上下扫视江左，还是不敢相信。要不裤子先开给你看看，疤还在，就是咱爸还在这儿不太方便，好像。我简直要冒烟，整个人又气又尴尬。回想之前跟江左的种种，还有当他面吐槽他瘸腿变态还老，我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 一巴掌推开他，我气哼哼转身走了。我爸出院前，江左一直忙前忙后照顾，但我一直没搭理他，任凭他怎么讨好我，我也没松口。谁让他之前把我骗得那么惨？也是在医院的时候，我意外看见了一个人。之前我跟闺蜜潇潇在酒吧时看见的那个酒保，他根本不是什么酒保。 而是医院的骨科医生，还是江左的好朋友。要不是他替江左复查腿，我恐怕还发现不了。呵，真不愧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，连骗人的技术都一样高超。发现之后，我当即就给闺蜜打去了电话，让她擦亮眼睛好好看看。她咬牙切齿，也表示很生气。我爸出院那天。 潇潇也来了，我俩在楼下碰到了双双等候的江左和医生高岩。潇潇，我们聊聊。高岩率先说道。我当即拦在了闺蜜面前，说不行，说他别想再坑骗我闺蜜。却没等我再说话，江左走过来，一把将我打横抱了起来。我们俩之间也需要聊聊。未婚妻，你干嘛？放开我！ 放我下来！你，我挣扎着想下去拯救闺蜜，却看见那边的高岩直接把她抗到了肩上，一转身就塞进了车里。闺蜜还想出来，却被他抬手掐住下巴，直接稳住。刹那间，我停止挣扎，愣住，耳朵刷一下热了。这这这！青天白日的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然而，等我再看过去。 我闺蜜竟然含羞带怯地朝我摆了摆手，缩进了车里。我怒其不争，接着就感觉江左抱着我的手紧了紧，微微偏头，恰好对上他一双深邃沉脸的黑眸。未婚妻，给个机会，重新认识一下我这个老男人吧。说完，他低头朝我吻了下来。